Rebuild the Jade Chamber? That's a huge project! The Jade Chamber belongs in the sky amongst the clouds. When I first set foot in the Jade Chamber, I stood at the edge of the platform and looked down upon Liyue Harbor far below. However, it is not only out of consideration for myself that I have built the Jade Chamber anew at this time. I hope the Jade Chamber will always float in the skies above Liyue Harbor, bearing witness to the prosperity and peace of the human world. Deep down inside, I wish I could slow down time. I feel very fortunate to be right here, enjoying the fireworks, and enjoying the view of Liyue Harbor. Perhaps the little girl was not as brave as the opera makes her out to be. Transfiguration! Do your master's bidding! If it came to it, I could always destroy another Jade Chamber.各位旅行者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原神 2.4 版本飞彩娟流年的前瞻特别节目，我是原神的战斗设计师 Hiss， 今天会由我来为大家介绍新版本中和角色有关的内容。在新版本中，我们最先迎来的将是全新的魔神任务肩章风起鹤归，大家应该已经在刚才的视频里看到了群玉阁，而这次的魔神任务讲述的就是关于群玉阁重建的故事。群玉阁原先作为天前星凝光的住所，整体的设计宏大，不仅堪称富丽堂皇，在之前的魔神任务中，为了击败漩涡魔神奥塞尔，凝光毅然决然放弃了这个对自己意义非凡的建筑。
一路而来，相信不少玩家都想要见到纯玉阁重现辉煌的样子。当听到宁光提出重建纯玉阁的计划时，作为璃月大英雄的旅行者想必也会挺身而出。不过重建纯玉阁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所幸在本次的故事中，旅行者不是孤身一个人，我们的新朋友申鹤、云锦也会各自发挥所长，助大家一臂之力。此前大家可能已经通过角色卡初步认识了这两位新角色，接下来就由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带大家了解他们的身世和性格特点吧。My name is Shen He. I was born fated to bear the curse of calamity, so I am prone to bring harm to the people around me. The Adepti urged me to bind my soul with red ropes to keep my homicidal nature at bay. If you are able to walk alongside me without fear, very well. Now, give me your hand.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申鹤。申鹤虽然师从流云借风真君，但却不是仙人，而是和重云一样出生于驱邪世家的凡人。申鹤在小时候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然后在机缘巧合之下被师父收留，从此与世隔绝，以甘露为饮，以山川为家。凭借绝佳的悟性，申鹤赢得了诸家仙人的青睐，修得了一身仙家术法。由于他常年在山林之间隐修，少有人际交往，久而久之性格就变得更加淡漠，全然不懂人情世故，即使曾向路人施以援手，也只认为是理所当然之事，飘然离去。而受他帮助的人误以为是仙人下凡，开始传言说璃月又多了一位本领高强的白发仙子。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就好奇了，听上去如此厉害的一位角色，他又会有着怎样的本事呢？申鹤是一个能够在战斗中召唤分身并肩作战，并为冰元素的队友创造输出环境的辅助型角色。元素战技养灵卫照、降异咒、点按和长按时，会以不同的方式造成冰元素伤害。以任意一种方式释放元素战技时，申鹤都会为附近队伍中的角色附加冰灵效果。附加了该效果的角色使用普通攻击、重击、下落攻击、元素战技和元素爆发造成冰元素伤害时，将基于申鹤当前的攻击力提高造成的伤害。固有天赋附灵通真法印会在申鹤释放养灵卫照降异咒时，根据技能的释放方式获得不同的效果。点按时，附近队伍中角色的元素战技和元素爆发造成的伤害将会提高。长按时提升的则是角色的普通攻击、重击和下落攻击造成的伤害。当申鹤释放元素爆发神女潜灵真诀时，分身陆灵将在场上持续造成冰元素伤害，同时会使领域内敌人的冰元素抗性与物理抗性降低。解锁申鹤的另一项固有天赋大洞弥罗尊法后，领域内的当前场上角色还将获得冰元素伤害加成。在日常冒险时，申鹤的生活天赋来复之时可以使他在璃月地区执行时长为20小时的探索派遣任务时增加获得的奖励。作为坊间传说，申鹤的经历流传到了璃月港，被演绎成了戏台上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戏曲。而在戏台上表演的正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新角色，璃月最有名的戏班云汉社的当家主事云锦。
saying goes, you never truly know someone until you meet them in person. And at long last, I finally have the great honor of meeting you today. My name is Yunjin, and I am humbled to be the director of the Yunhan Opera Troupe. We have been performing at Heyu Tea House as of late, and we'd be honored to have you attend a performance sometime. 在商业繁荣、文娱活动十分兴盛的璃月港，前往和玉茶馆听云锦唱上一段戏曲，算得上市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云锦通晓璃月戏文化中的各种讲究和门道，既会演戏也会写戏。戏台上的他轻盈灵动，写作时的他笔下生花，是一位才气十足的戏曲艺术家。那么这样一位戏曲名角在进行战斗时又会有着怎样的表现呢？作为一名严元素的辅助型角色，云锦对于以普通攻击伤害为主要输出方式的队友来说，会是一位可靠的后盾。他的元素战技称为玄云开相，在长按时会摆出玄云开相之架势进行蓄力，松开技能按键时，云锦会挥舞长枪释放积攒的力量进行攻击。在技能的蓄力和释放过程中，云锦还会为自身展开护盾。依据蓄力的时间，释放时的状态将分为一段蓄力与二段蓄力。解锁天赋物守本真，若云锦在被攻击的瞬间释放元素战技，则会直接以二段蓄力的形式释放。如果能掌握好释放技能的时机，就可以更加有效地打击敌人。云锦的元素爆发破障剑惊仪可以造成岩元素范围伤害，并为附近队伍中所有角色赋予特殊效果飞云奇阵。处于飞云奇阵效果下的角色，对敌人造成普通攻击伤害时，会基于云锦当前的防御力提高造成的伤害。在戏曲中追求不同文化碰撞的云锦，在战斗时能够从类型更为多元的队伍中获得收益。解锁天赋莫从横溪，当队伍中存在越多元素类型的角色时，飞云奇阵提升的普通攻击伤害值也会进一步追加。身为戏曲表演艺术家，云锦不得不为了保持体型而侵蚀养性，所以在他完美烹饪冒险类食物时，还有一定的概率获得两倍产出。作为角色的设计团队，从不同的文化中汲取灵感，提炼后用游戏的语言进行表达，是我们一直以来呈现角色设计的原则。这次在两位新角色的创作过程中，开发组同样也融入了许多的细节。比如在申鹤的动作和特效设计中，美术同学拿到设定后就先确定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仙气，另一个则是驱邪。仙气是由角色的气质出发，其表现方式参考了中国武侠文化中的轻功这一概念，在申鹤的普通攻击与元素战技的动作中都会有所体现。另一个设计要点驱邪是与申鹤的身世背景相呼应的，驱邪作为一种作战方式，通过分身和符箓这两个概念来进行传达。相较于申鹤的本体，大家可能会发现术法召唤出的鹿灵的气质会更加的善战。另外，符箓这个元素在申鹤的待机动画中也会有充分的表现。在云锦的设计中，对戏曲文化的敬畏和发扬始终是我们的出发点。由于云锦的配音涉及到戏曲内容，项目组首次尝试了由配音演员贺文潇老师和专业的戏曲表演家杨洋老师两人分别演绎角色的台词和唱段，尽可能将戏曲的魅力传递给玩家。同时在云锦的动画设计中，我们还融合了戏曲特技动作与传统武术的特点，做了一段五花腔的演出。以戏曲元素为基础，理解并吸收新的文化要素，将传统的内容以创新的形式演绎，去唤起观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这既是云锦的心愿，也同样是我们作为游戏内容创作者的一份期待。同时我们也将云锦这个角色更多的设计故事制作成了短片，短片将会在一月中旬和大家见面，感兴趣的玩家请不要错过。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备受大家关注的新版本活动起源吧。在之前 2.3 版本开放多个角色活动起源后，我们也感受到了旅行者对于角色复刻的热情。在本次 2.4 版本中，我们也会结合版本内容来推进一批角色的复刻。
本次 2.4 版本第一期的起源中，游戏内将同时开放角色活动起源出城入室与角色活动起源2烟火之妖。新角色申鹤、云锦以及我们的降魔大圣萧都将迎来概率 up。 而在第二期的起源中，角色活动起源灵叟世朝与角色活动起源2浮生熟来将会开启，钟离和甘雨两位老朋友也会分别出现在活动起源中。那么新角色的介绍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在角色剧情方面， 2.4 版本更新后，宁光的邀约事件玉阁归客制与云锦的邀约事件玄歌之雅意将会开放，希望在新的故事里旅行者们可以和他们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此外，全新的五星长柄武器西哉将会出现在新版本的神柱复行活动起源中，感兴趣的旅行者可以从官方后续发布的公告中了解到这把武器的详细属性和效果。除了与新朋友的邂逅，一年一度的海灯节也是我们新版本的重要内容。这一年的海灯节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呢？稍后片刻，一段短片之后，我的同事将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还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旅行者大家好，我是原神项目组的系统设计师 Helen。 不知不觉又到了璃月港上下张灯结彩的日子，璃月人都在为迎接海灯节而忙碌着，而项目组也同样在努力去筹备一个更有趣的海灯节活动，带给大家更新鲜的体验。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全新的活动内容吧。过节期间，燃放烟花是璃月人不可或缺的娱乐活动。在第一项活动玩法艳语星花中，旅行者们就将亲自体验制作烟花。活动中，旅行者会获得一个小道具烟花筒，当旅行者将烟花筒放置后，选择熔炼烟花即可开始烟花的制作。烟花的制作也有不同的条目，旅行者们需要合理利用不同的熔炼技巧调节条目的成色，成色越接近最佳区间，制作出的烟花获得的成色评分就越高，奖励也会更加丰富。第二项活动玩法灯中妙影，也是海灯节期间非常经典的游戏猜灯谜。通过转动藏影灯的机键，将它们的灯影组合成完整的图形，便可解开相应的灯谜。挑战中也会有解谜进度的提示，灯影形状越接近谜底时，解谜进度将不断提升。在另一项活动玩法悬臂云聚中，旅行者们需要通过三种途径回收群一格沉没时散落的物资。首先，大家可以通过开动浪船在海面上直接进行打捞，第二种途径则是前往盗宝团营地击败这些贼人，追回已经被盗走的物资。由于营地中的盗宝团精锐具备特殊强化状态，打起来会有些棘手，这时候大家就需要留意在营地中存在的破鞋爆竹，拾取之后可以将它投掷给正前方一定范围的盗宝团成员，除了能够造成伤害，还能破除盗宝团精锐的强化状态，从而更加轻松地完成任务。第三种途径是拦截盗宝团们在海上转移物资的货运热气球，大家需要在热气球到达终点前尽快将其摧毁，以便获取更高成效，从而获得更多的奖励。活动中我们还可以合理利用海面上漂浮的炸药桶，对热气球和敌人造成大量伤害，同时
击败沿途的敌人，也可以获得少量额外成效。海灯节的最后一项挑战五位众民，需要大家面对一个新的巨型 BOSS， 它的威压感十足，很类似于一位在之前的故事中我们曾经见过的对手。击败这个大家伙，完成各项挑战任务即可获得奖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海灯节期间可以拿到的奖励吧。与去年的海灯节类似，四星璃月角色任选其一的活动八关盛名再度来临。完成海灯节任务飞星咒彩、怨客年华，并收集两种活动代币，可以在八位璃月的角色中任意邀请一位进入自己的队伍。可选角色中还包括我们的新朋友云锦。此外，我们此次还为您光和客勤设计了两套新衣装，达成代币收集目标即可免费获取凝光的全新衣装沙中幽兰。而客勤的新衣装泥居偏仙也将在版本更新后迎来限时优惠活动。与海灯节同步开启的签到活动富贵登门将会为旅行者们提供包含十枚纠缠之源在内的丰富奖励。在海灯节即将结束之际，我们还将再次为旅行者们陆续献上礼品，以感谢所有玩家对海灯节、对原神的支持。礼品将通过游戏内邮件的形式进行发放，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享受这次海灯节。当然，海灯节之外，新版本还有更多有趣的活动，挑战活动魔药研析就是其中之一。活动中，玩家将携带魔药进行试验，不同的魔药可以提供不同的战斗效果。一次试验中总共存在四个阶层的战斗挑战。与以往挑战活动不同的是，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挑战阶层的顺序，不过随着每一个阶层的完成，其余阶层的难度会逐步提升。同时，本次活动还有特殊的 CD 机制，每完成一个阶层的挑战并保存记录后，当前阶层出战的角色会进入休息备战状态，完成了下一阶层的挑战后，角色方可再次出战。出战队伍所配备的魔药在使用后将会被锁定，无法在当前试用中再次使用。为了让更多的玩家朋友能够体验本次活动，我们也提供了不同的试用角色帮助大家组队。每个阶层的挑战中，大家需要在限定时间内击败所有敌人，系统会根据完成挑战的剩余时间进行评分，从而给予玩家不同的试验印章，解锁对应的奖励。在魔药研析中，如何选择角色组队，如何调整挑战顺序，如何配置不同效果的魔药来辅助队伍就变得十分重要。我们也希望这个活动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具策略性的闯关体验。新版本除了紧张刺激的挑战活动，自然也会有一些相对轻松的玩法。新活动山海八所巡礼就是一个较为休闲的打卡旅行活动。大家还记得曾经在稻妻的镇守之森与我们一起游玩的小朋友们吗？受500藏之托，本次活动旅行者将会带上小药力及法师走出森林，到更广阔的天地里进行修行。蒙德、璃月都是身处稻妻的药力从未踏足的地方，不一样的风景应该能让吉法师大长见识吧。带着吉法师一起旅行，除了能够带他见识到各地的风土人情，也能够收获原石等奖励物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收获与新伙伴一同旅游时的快乐，不要忘了多给他拍点照片哦。此外，不少玩家朋友十分喜欢的风行迷踪活动也将迎来第二期，又可以和大家一起躲猫猫啦。与上期相比，我们在此次活动中也增加了一些新地图，记得邀请大家一起来玩。一口气讲了这么多内容，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就到了放出第二组兑换码的时间了。稍后全新地区渊下宫的介绍，还请大家不要错过哦。
旅行者们好，我是原神的场景原画 Jeff，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在 2.4 版本中，全新的世界区域渊下宫即将开放，等待着各位前来探索一番。渊下宫位于海奇岛下方的深渊中，是提瓦特边界的白夜净土。由于数千年前的巨变，渊下宫整个岛屿从地面沉入到其虚无的深渊之下。渊下宫住民们曾在这里与黑暗进行了长久的抗争，他们并没有放弃希望，在海底建立了自己的文明，在蛇神的带领下，将深渊照得和白昼一样明亮。独特的地理位置令渊下宫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风貌，因处于深渊中与世隔绝，色调和生态都跟地表截然不同。在这里既没有大世界中的自然光，也不存在随时间变化的昼夜，植被和土地都略带苍白，一切显得神秘莫测，格外深邃。我们也试图在光与暗的探索中，从各个角度为玩家诠释这个来自远古的国度。渊下宫是一个身在提瓦特但又脱离提瓦特的特殊区域，基于这个设定，我们把渊下宫的主要基调定为孤独的探索感，经过了多次不同类型的尝试，最终确定了这个空洞式的空间。所以在关卡结构上，我们利用了空间对比的一个方式，在渊下宫之旅的起点，玩家会先到达一个相对封闭幽暗的一个空间，而在正式打开渊下宫大门后，看到的却是一个无比广阔的世界，这就会产生巨大的空间对比差异。我们希望利用这种对比差异来调动玩家的情绪，同时玩法上也增添了一个全局的机制，昼夜转换。渊下宫的昼与夜是通过白夜国的高塔大日御宇来进行手动调节的，这一机制也影响了整个地区的谜题和任务设计，所以基本概念是利用昼夜的转换制造谜题的矛盾，然后通过一些机关结构打破这种矛盾，从而解除谜题展开探索。渊下宫区别于到期其他场景，是一座位于海原之下的巨大浮空岛屿，同时也是古老文明的起源之地，所以在渊下宫场景的美术构思方向上，我们想传达给玩家的视觉感受是既有海洋深渊的神秘感，又要有古文明遗迹的荒凉感。为此我们设计了一些极具代表性的巨型人文遗迹，以及比海奇岛更具有奇幻色彩的深海植被，共同构建了渊下宫的基本风貌。玩家进入渊下宫的第一眼看到的是大日御宇照射过来的强烈光晕，整个场景处于白昼状态，极具符号化的能量光源将氛围烘托出一种舞台式的体验。我们想把这种强烈的对比光照感受带给玩家，并在后面的地图探索中逐步递进。比如在白昼状态下，玩家可以透过光影清晰地感受到文明遗迹群落的特征，粗犷的建筑线条形式搭配肆意扭曲的树木，巨大的枝条缠绕其上，在较为冷色的场景基调上，整个渊下宫都显得十分荒凉。而当进入黑夜状态时，场景以建筑充当画面背景，形态各异的海底植物像是有了生命一样散发光芒。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长夜灵庙的巨型荧光珊瑚群盘落在山体之间，像一幅海底画卷，巨大的冥河贯穿在场景中，会让你感觉置身于另一个奇幻世界。是的，在旅行者进入月下宫这个节点，我们设置了一个任务进行一些基础的引导。当大家到达高塔开启昼夜转换玩法之后，游玩的顺序和流程就不会受到过多的限制，所以探索过程完全由旅行者自己决定。因此本次的世界任务设计上，我们采用了碎片化的处理方式，让旅行者通过与残影对话，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渊下宫的故事。在渊下宫这片新地域中，还栖息着一个古老的物种深海龙蜥，它们常年以群居的方式生活在漆黑的深水中，适应并且喜爱黑暗，是极其危险的掠食者。这些龙蜥极具威胁，当它们的特殊攻击命中目标时，
还会吸收目标的能量，并且造成额外的伤害。目标的能量越低，则受到的伤害越高。受渊下宫独特的环境影响，有一些特殊的龙蜥个体进化得十分凶险狡诈，他们会作为区域 BOSS 出现，擅长协同作战，还会相互配合，一起释放更为强大的攻击。同时，他们还会利用周围的环境进行战斗。当然，大家也可以利用这一点进行反制哦。这次在渊下宫，旅行者们还会碰到深渊使徒和深渊勇者，其中还有极具威胁的新勇者出场。他善于操纵火元素，如果被他的深渊地火击中，就会受到无视护盾的延迟爆发伤害。旅行者们可要小心了哟。一旦火深渊勇者进入二阶段，就会召唤火焰核心，借助核心释放更为强大的技能。当然了，对于身经百战的旅行者而言，只要在战斗中找到合适的对策，就能迅速地击败他。好了，新天地就在眼前，希望所有的旅行者都可以在这次新奇的冒险中收获更多探索的乐趣。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原神 2.4 版本前瞻特别节目的现场。向大家展示了全新的地区之后，我们还有不少新版本的系统优化情报想跟大家分享。在 2.4 版本中，项目组的系统设计师也针对多项系统进行了迭代和更新。首先，在身经螺旋的玩法界面中，我们增添了挑战任务的实时完成进度，比如当前目标为限时挑战时，若是挑战时间已超出目标的范围，则目标会显示为灰色，提醒玩家目标未达成。在每进到新一层的挑战时，也增加了查看下一层怪物详情的功能，旅行者们不再需要退出挑战去查询情报。为了方便 PC 和 PS 平台的玩家朋友们进行游戏操作，游戏内的轮盘系统中也增加了轮盘布局自定义功能，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设置轮盘上每个入口的内容。随着游戏版本的更新和地图内容的扩充，考虑到大家对地图功能的更多需求，我们也对地图的显示进行了一些调整。返更后，大家可以在地图界面右侧找到不同地区的标签，更方便的选择跳转到自己想要查看的区域，不再需要进行长距离拖动。同时，在大家进行炼金、锻造等操作时，我们也将原有的界面显示方式改为了图标显示。这样一来，大家就可以更快地找到自己所需的物品进行相应的操作。长期以来备受大家关注的成歌湖系统也将会迎来新内容。首先，批量操作摆设的功能将会上线，大家可以选中一些单件的摆设进行组合，以组合的形式移动或收纳。另外，在胡林的洞天百宝中还会新增部分与音乐有关的摆设千籁之音，放置好它们后就可以进行交互试听已解锁的游戏音乐，同时还可切换湖中的背景音乐。此外，通过周游湖林等途径还可以解锁更多的音乐，希望大家在成歌湖内也能够享受美好的时光。作为系统的设计者，我们会持续致力于让系统界面与操作更加人性化、便利化，优先考虑玩家的实际需求，并从长远的角度持续关注整个游戏的系统环境，以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为目标，去不断优化与更新。
亲爱的旅行者们，你们的老朋友大伟哥我又回来啦。本次呢也是原神2021年的最后一期版本特别节目，不久之后呢就是2022年元旦以及农历新年了，提瓦特世界也即将迎来万众瞩目的海灯节。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啊，我想和原神项目组的同学们一起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玩家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祝福。就由我来先开个头吧，祝愿所有的旅行者可以在新一年的旅途中收获更多快乐，当然不仅仅是在游戏内，希望大家在生活中也可以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在游戏中形形色色的伙伴陪伴着大家一起旅行，而回到现实中是各位旅行者的陪伴，使我们不断成长。希望在未来登场的新角色们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没错，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以及向我们提供的宝贵意见，这是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使原神在完善与创新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两位设计师同学表达的也是我们整个项目组一致的心愿。我衷心的希望原神可以成为一款与全世界的玩家们一同分享快乐见证美好的产品，正是因为有你们，原神才能不断做出更新鲜更激动人心更超乎想象的内容。旅行者们，新年快乐，明年再见。